大家好，我叫王嫣涵，来自中华基金中学。请问宇航员，出舱后能看到香港吗？太空站外能看到卫星吗？在太空看到的星星和地面一样吗？谢谢。当我通过舷窗在舱内看香港和看北京夜景的时候，或舱外看的时候又完全的不一样。想起了湘江那个维多利亚港湾，也看到了香港的繁荣夜景，也看到我们北京包罗万象，见证了我们北京的宽大胸怀，也见证了香港的繁荣，望了脚下的璀璨银河，想起了冬天烈火的系腰带，也想起了炎炎夏日夜晚七星北斗照亮了无数迷失方向的人，他们找到了回家的路。当时的宇宙，当时的脚下银河给我一个启示，只有相互照耀才能群星闪烁。我非常珍惜那一刻。